学长，我下的命令收到，请回答。吉穗所说到，南市所说到，安平所说到，中和分局到。一张照片让中和督察联盟赖群整个歪楼。新北中和警分局交通分队一位56岁胡姓小队长，一个手滑居居将男生金刚不死鸟照片误传到两个公务赖群组，这群组里还有督察呢，大概有300人看过了。这小傻瓜好歹也先收回，再对群内。突发中心。哎呀，我眼睛也当中啊。报道。